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笑谈葡萄酒，我是笑笑。当我们在说到葡萄牙葡萄酒的时候，可能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会是波特。没错，波特呢可以说是葡萄牙葡萄酒的灵魂。但是今天呢，我们要谈的是另外一款酒。这款酒呢可以说是葡萄牙葡萄酒里的一个秘密的武器。然后这个酒呢就是 Vino Verde， 然后直接翻译成呢是就像是葡萄牙这个绿酒或者是葡萄牙清酒。因为现在呢随着夏天的到来呢，大家就是走到一些超市或者是卖葡萄酒的地方会发现，然后呢这个货架上呢陆续摆上了一些这种细长的，就是像这种瓶身呀、比较细长，然后呢而且大部分的瓶子呢都是绿色的，这样的一些葡萄酒。那这种葡萄酒呢很多都是 Vino Verde。 Vino Verde 这个酒呢，我们来它其实不是说某个葡萄品种，而是呢来自葡萄牙的一个产区。这个产区呢在葡萄牙的西北角，就是 Vino Verde。 然后这个产区呢，大家看一下地图可以知道，它在西班牙的，它在葡萄牙的西北角，然后西面呢就是大西洋，然后这个地方呢就是典型的海洋性气候，然后风比较多，然后天气比较凉爽，降雨呢又很多，就是比较湿润。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呢，为什么也说这个酒呢 Vino Verde 叫这个酒绿酒，它其实是两个意思。因为当我们说到这个绿酒的时候，很多人会想这个酒会不是绿色的，尤其它的瓶身也是绿色的。其实呢它的酒呢颜色还是那种浅黄色，非常浅的黄色，有时候呢会稍微翻一点绿色调。但是最主要的，它这个绿酒名字的由来呢是，第一呢这个酒非常就属于那种年轻易饮的非常清新的酒，从采摘到最后上市呢就是几个月的时间，所以非常清新，这个就是绿酒清酒的意思。另外呢还有当地的自然环境，就是因为这个地方我们刚刚说过它的降雨比较多，降雨比较充沛，然后呢就当地就是郁郁葱葱的，这种被这种植被覆盖，所以说呢绿酒呢也从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象征或者说就是当地的这种碧绿的翠绿的郁郁葱葱的这种自然环境。那说到这个酒呢，我们现在呢，我们刚刚说完这个颜色，我们现在就把这瓶酒打开来看一下它到底是什么颜色的。然后这个瓶身其实我还是挺喜欢的，这个绿色的瓶子细细长长的。然后这种酒呢它典型的就是酒精度数比较低，然后呢酸度呢会稍微高一点。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会带一点点气泡，当然不会像气泡酒啊香槟啊那么多气泡，但是呢它会有一点点。我们看一下这个颜色，确实是很特别浅的颜色，还真的我觉得有一点点绿色调，泛着一点点绿色调。大家可以看到上面一层气泡，这个酒真的非常清爽。就说到这个酒的时候呢，如果你是那种比如说夏天来了，喜欢在夏天的傍晚坐在阳台上啊，或者是后院里啊，喝上一杯葡萄酒，那这个 Vino Verde 呢绝对是值得你去尝试的。我之前呢几年前大概看过一篇文章，就是介绍这个 Vino Verde， 是一篇英文的文章。他当时说到这个酒的时候呢，用了两个词来形容，一个是 cheap， 一个是 cheerful， 就是便宜而且欢乐。我觉得这个词呢概括的特别好，因为这个酒呢首先它滋滋滋的就冒着这种轻微的气泡，然后喝上去呢特别特别清爽，就是让人很提神很振奋的感觉。其次呢就是它的价格很便宜，就是基本上市场上的这种Vino Verde 呢就是10块钱以内都可以买到相当不错的，当然也有一些品质非常高的，要十几块钱或者20美元这样的。那像我手中的这杯呢，这个 Vino Verde 呢是来自 Trader Joe's， 经常看我视频的知道我会
就是经常会提到 Trader Joe's 的葡萄酒，然后确实因为它性价比很高。我知道前一段我的一个好朋友，就是在 YouTube 上的一个朋友老何这一家在美国，他呢就因为他是搞做园艺嘛，园艺和私房菜，然后他当时呢就提到他的一盆应该是绣球花吧，他说就是从 Trader Joe's 买到的，然后他当时还说，他说我知道笑笑喜欢从那儿买葡萄酒，然后呢他就说他觉得Trader Joe's 的那个花朵花卉也不错。其实为什么我经常会提到从 Trader Joe's 买酒呢？其实我的葡萄酒只是一小部分从 Trader Joe's 买的，其他的大部分的葡萄酒呢还是通过其他渠道的。但是我之所以提这个店，因为它非常广泛，就是在美国各地你基本上都可以找到 Trader Joe's， 就是如果我推荐一款酒你可以从 Trader Joe's 买到的话，那就很方便。所以那这款酒呢，大家可能猜不到它的价格，4.49块，真的是超值。而且这个酒呢，就是我刚才刚说了，就是这个 Vino Verde 呢，基本上它属于一种酸度比较高的葡萄酒，然后呢又带着气泡，所以非常提神，非常振奋精神。但是这个酒呢，其实喝到口中的感觉呢，它的酸度不是那么明显，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特别清爽，因为带着一点微微的气泡，然后就是有一点点的甜度，觉得这个还是可能适合很多中国人的口味的。因为我最近有一些经常会有一些朋友跟我说，他们呢就是不太喜欢那种酒精度很高的，然后呢或者非常干的这种酒，更喜欢这种果味浓郁的，然后酒精度低一点的，就是非常容易上口的，就是你拿起一杯喝，哎，觉得不错，就是没有很艰涩或者非常高大上，让你接受不了，不是那样。所以如果你要是喜欢这样的类型的酒呢，我觉得这个就可以尝试一下。然后 Vino Verde 呢，它其实是有好几种当地的这种非常葡萄牙的几个葡萄品种来酿制的。然后其实这些葡萄呢，我们没必要记，然后因为很难记，他们都是在葡萄牙之外，很难发现这些葡萄品种。而且呢，如果你去买这酒的时候，你只要认准 Vino Verde 这个就可以了。但是呢，它最主要的其实一个品种就是阿尔巴利诺。阿尔巴利诺这个品种呢，在葡萄牙被称为绿酒之后，这个葡萄呢，它就是典型的，就是非常坚韧，非常非常结实的一个葡萄品种，然后皮儿也比较厚，然后芳香四溢。皮儿比较厚呢，就能抵御当地的这种水分或者霉菌的影响。然后刚才我们提到这个Vino Verde 这个地区呢，它在靠着大西洋嘛，因为气候的原因，所以当地呢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它不像很多我们看到的其他的这种葡萄园，然后一望无际的葡萄园，但在那个地方呢，葡萄很多都是架起来的，这个葡萄藤呢架到树上，或者是一家一户的，然后比如说我自己可能有几十英亩的土地，然后中间呢是我的房子，在我的房子四周呢会种上果树呀，种上蔬菜呀，种上一些农作物，然后呢就是葡萄藤，然后葡萄藤呢就是高高的架起来，看上去非常有当地特色，而且也非常漂亮，非常美。然后其实这个葡萄藤架起来的好处呢，尤其对当地来说还是非常显而易见的。首先呢，就是这个地方特别湿润，降水很多。那把葡萄藤架起来之后，这个风呢就可以更容易穿过这个葡萄藤，然后呢使这个葡萄不太容易受到这种降雨啊、水分呀、或者是这种潮湿的这个霉菌的影响。当然也因为降雨，也因为这种环境，所以呢这里的生产的葡萄还有葡萄酒更非常清新，非常愉悦，非常爽，非常清爽的这种类型的葡萄酒。当然当我们说到 Vino Verde 的时候，因为我们在市场上看到的大部分都是这种白葡萄酒，但其实呢在 Vino Verde 这个产区，除了这种白葡萄酒之外呢，他们还生产桃红葡萄酒以及干红。但是干红这个 Vino Verde 呢，在葡萄牙本土之外呢就很难买到，比如说我们在美国买到的更多就是这种气泡，这种白干白的这种 Vino Verde。
所以说呢，如果大家有机会去葡萄牙旅游的话，一定要品尝一下当地的这种红色的干红类型的 Vinverde。那说到这个酒的食物搭配，我们知道其实葡萄牙呢，全国整个来说呢，海鲜是非常有名的，就是各种各样的海鲜饭。那它呢，跟这种，因为它的这种清爽这种气泡，包括高酸度，其实跟这种海鲜特别搭配。就比如说我现在面前还有，就是有一个蘸料，然后有一些虾，然后这就是非常搭配的。然后呢，试一下，比如这个酒真的是在夏天是非常过瘾的一款酒，因为它的酒精就是度数很低。很多人呢就说这个 Vino Verde 呢更像是成年人喝的汽水，因为大家知道其实汽水吧在夏天特别受欢迎，不管是小孩还是大人都喜欢。那这个呢就是成年人的汽水，因为含有酒精，但是酒精又不太高。另外还有一个食物搭配，就是除了这个各种海鲜类啊，或者是披萨呀，还有一个就是寿司，它跟寿司也非常搭配。然后还有一个，我朋友圈里有一个打不倒的小强北卡徐阿姨，因为徐阿姨呢最近在陆续在探索怎么制作寿司，然后呢第一次制作的时候呢相当惨，被人打零分，然后呢我看到前两天的直播呢，这寿司已经做得相当像模像样了。然后呢徐阿姨下次再做寿司的时候呢，不妨试一下搭配这款 Vino Verde。看一下这个酒，当然这个酒的就是详细的介绍呢，或者是名字呢，我会在视频下方的描述里写上去，然后大家是 Trader Joe's 的时候呢可以找到。然后找这款酒的时候，因为你到葡萄到比如说到 Trader Joe's， 它有很多货架，比如说 Merlot， 比如说Cabernet Sauvignon， 然后呢你就找那个 Sauvignon Blanc 那个货架，然后呢这边是 Sauvignon Blanc， 然后呢旁边紧靠着会有 Rosé， 然后这个酒呢基本上就是和那个白酒还有 Rosé 在一起。而且 Trader Joe's 的 Vino Verde 的选择呢，反正我旁边的这家只有这一款，所以我也是拿到了这款。但是这个喝起来还不错，4.49的价格真的是超值。当然了还有很多，比如说但这个的话在市场上就比较难买，所以我就不怎么推荐了。然后主要就是这款大家可以去试一下。好了，那基本上呢就是今天的一个介绍。然后现在夏天来了，如果你夏天的傍晚，然后想好好的放松一下，然后呢又想享受这个时光，然后不妨来一杯 Vino Verde。 好了，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下次再聊，拜拜。